你度做咩啊？快啲走啦！各位姊妹，你仲未明啊？回看过去，还是只小马，人似暗暗天气。唔好话俾我知。想看见怪影，漆黑里人变到冇心机。冇错啊！像躲于我的枕头，在漆黑里穿梭。但鬼面派讲不再要去惊，能将心态改过。咁应该点做？他说天气你必须的改过，去面对惊慌清楚。他不可伤你，却只需笑开了惊慌。对这惊慌笑吧，对那什么笑笑，要对妖魔笑吧，看见那鬼怪笑笑，要对僵尸笑面，看见魔怪笑笑，叫他将你丑样即刻帮我改一改，如果以为咁就吓到